好，有请我们的下一位选手出场。上海滩最牛的高中生创业团队，19岁，在人流量超过50万的人民广场举行产品发布会，十几家媒体轮番报道，他们将带来怎样的超级惊喜？少年爱迪生，我们来了。大家好，我是来自上外附中的 U4U 团队。我叫王运晨，我叫王一奇。哎，你手上拿了这把雨伞，可是一把可以打破社会冷漠、拉近你我距离的一把魔力之伞呢、啊。评委老师们想要看一下吗？想啊，我们请于校长来看一看吧。于校长，来来来，很帅，雨中曲，来一段。啊！校长帮我撑伞，啊，我要发了，我要发了。来来来来来，一起来一起来。我注意到这个伞的伞柄好像跟我们一般的伞不一样，好像是能够发光是吗？哎，真的，它应该还可以发出不同颜色的光，还可以闪。你闪。我走在路上，希望闪一闪，让大家看见。哎，明星来了，大家过来拍照。发红光的是单身，发绿光的说明已婚，是这样的。我们的这个观察员脑洞都很大哈，你能告诉我们这个功能是什么吗？抓伞的功能最简单，用两个字来描述，就是分享。点亮这把雨伞，就代表着愿意和陌生人一同撑这把伞。在伞柄的底部，我们非常人性化的设计了这把小灯，希望可以在下雨天为大家照亮前方的水塘。为什么我们有这一把雨伞？有一次呢，当时天上淅淅沥沥下起小雨，我又没有带伞，我从学校到地铁站有很长的一段路。当时我想说，是不是应该和陌生人跟他们打一个招呼，说，哎，你是不是能借我一把伞？但是一直到地铁站，我都没有向任何一个人发出这样的求救。我们不想这样，于是就有了这一把雨伞。这个暗藏玄机啊！那我想知道，这样一把伞，到目前为止有没有投入使用？我们已经开始把它投入生产，目前我们一共生产了450把，也取得不错销售成绩，已经卖掉了356把伞。留一把给我。好的好的，谢谢评委老师。多少钱一把伞？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买的话是49元，而且可以直接为您免费送到家，包邮的。你的成本是多少？我现在这把伞的成本大约在32元到34元不等，因为我们也接受一些企业或者组织的订购，如果是企业订购的话，我们可以加上他们的标志，也希望为那些企业和组织提供这样的一种分享的理念。哎，做成一把广告伞，创意、创新，最后创业。我们未来想开发一个关于这把雨伞的手机 APP， 就像现在的滴滴打车一样，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滴滴打伞。只要你分享你的目的地和终点，你就可以找到一位和你同撑一把伞、为你提供帮助的人。当你点亮这把雨伞上的灯的时候，就不单单是点亮伞柄上的灯，更点亮了他们手机屏幕上的灯，也为他们照亮了回家的路。这个灯就是一份勇气，能够让双方都能够没有尴尬的去共撑这一把伞。APP 的开发你们花了多少？现在 APP 还在我们的计划当中，碰到最大的问题就是资金问题。我们做了一个基本的预算案，如果要推广加上开发这个 APP， 可能需要20万人民币以上的资金，我们可能现在凭我们的自己的能力还有限，所以我们也希望有一天能把这个 APP 制造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啊，但是我很着急，就是说这笔钱从哪里来？你们都是普通的学生，你们的创业背后有没有支持者呢？是这样的，我们 U4U 其实是一个团队，今天呢，我们两个人登上了舞台，其实一共是有11位同学。然后每人拿出零花钱来做这个事儿吗？不单单是零花钱，而且我们现在也得到了一位专业人士的帮助，今天他也来到了现场。好，我们请出我们 U4U 的成长筑梦人。少年爱迪
业，那是我们 U4U 团队的创业导师，同时呢也是一家投资公司的老总。医生你好，作为一个大企业的老总，怎么会关注到中学生这么一个小小的创业和小小的发明？是因为这样，00后，我们觉得他们是代表了未来的一种新生力量，他们用他们的视野来诠释这个世界，来改变这个世界。所以作为一个创投项目的一个负责人，我们会非常关注00后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对未来的规划是什么。我们认为它虽然是一个小项目，但背后酝酿的是一个大的理念，一个未来分享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点。那到目前为止你们一共投了多少钱在这个项目上？这11个小朋友说到这个项目呢，启动资金是来自于大家的众筹。第一部分的启动资金呢，大概在1.2万元，用他们的这笔资金呢，已经开始制作了500把伞，销往了全国各个高校和各个慈善的爱心基金。您在这个团队里的角色是什么？我是一个创业顾问。所以他们碰到什么样的事情会来找您呢？那这个也许又是一个另外一个话题了。我觉得我可以曝光一下自己的另外一个身份吗？当然，我是云晨的妈妈。所以也是老板，也是妈妈。是是是，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团队。我觉得我扮演的角色并不是非常重要，我只是他们背后的一个精神上的力量。你的儿子在做这个项目的过程当中有些什么变化呢？因为现在的孩子都很独立，那么作为一个高中生来说呢，可能也会有一些跟父母之间不同的观念。但就是通过这么一个平台，我跟儿子之间建立了一个紧密的多元的关系。我们在这个项目中呢，当然也会有一些我坚持己见的妈妈觉得她凭她的经验来说有更多更好的方案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些争执。但正是通过这些争执，可以让我们这样一个项目慢慢从一开始是一个脑海里的设想，走到慢慢实现它的过程。我觉得我真心的感谢啊，这样 U4U 的项目让我能够一起分享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喜悦眼泪。那我们来听一听 U4U 两位同学的梦想宣言。今天对于我们 U4U 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具有特殊意义的时刻。我们把我们的雨伞爱分享计划带到了少年爱迪生这个更大的舞台上，为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献出我们的一份绵薄之力。如果您想生活在一个更有爱、更温暖、更美好的世界的时候，请参与到我们的项目中来，使用我们的雨伞。那么如果您对我们的项目有更加多的兴趣的话，也可以扫描我们的二维码，实时了解我们的最新资讯。伞下有我，雨中有你，我们风雨同行。好，我们四位要开始打分了。问问邓教授，专利有吗？在专利上我们是这样想的，我们其实不是说要把这个项目局限在我们这里，因为我希望我们的初衷不是为了赚钱，我希望是把你的想法推广到整个全中国去。 对，好，那你这种是属于国外的精神，我一定按下去。谢谢。今天是一个非常非常豪华的创业项目的一个路演一样哈，希望看到我们这期节目的朋友，也许中间就有伯乐，就有投资人被你们的理念打动，而你们一旦有了启动资金的话，我觉得这个项目会非常好的发展起来。我支持你们。谢谢老师。其实我想就是说一句实话，这把伞本身我并不认为它有那么特殊。我其实对你们这个 app 的想法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选择分享我的伞，我可以收钱吗？我们的 app 上不会设定有收费这样一项功能，我们希望能推广一种分享的理念。我觉得只有金钱的利益是永恒的，所以我希望你们考虑一下。我要问问薛兰，为什么一定要收费？你的理由是什么呢？我觉得不收费他活不下来，几个月之内甚至一个月之内就死掉了。
我觉得轩来老师的意见和我的初衷不是太一样。我希望做的是一个公益的项目，能对这个社会有帮助的项目，而不是只是一个为了盈利的项目。分享雨伞的手机 APP 到底行不行得通？就在导师薛来与场上选手争执不下的时候，观察团中有一位年轻男子坐不住了。我有一段和你们特别相似的经历。去年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滴滴拉屎》，当时那个案例有大概一两千万的转发嘛，然后我们一起把这个产品给研发出来了。等一下，你做了一个叫滴滴拉屎的项目啊？对对对，是一个 APP， 就共享全中国所有的厕所。那最后效果怎么样呢？效果非常不好，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它这个创意只是说单单的是一个创意，但是它不符合商业的逻辑，因为它有很高的沉没成本。就当这个 APP 说我今天打开来我就能点到厕所的时候，它才是可用的。但如果我打开来说第一次没有，第二次没有，第三次我就把它卸掉了。对，其实我的看法是一样的。如果你们觉得你们可以接受在这个 APP 里面设计一个收费的功能的话，其实这个 APP 我愿意帮你做，保证一个月之内可以上线，免费的，无偿的帮助。但是今天就这把伞我是不可以给你这一把的。我觉得薛来老师的意见和我的初衷不是太一样。这把伞不是一个小的理念，而是一个大的，涉及到我们整个社会关联的一个理念。怎么把人和人的距离拉得更近，怎么让每一个人能够穿越到社会的爱的怀抱里。这也是我看中这个项目的理由。薛来老师提出的就是他的商业模式是不是能够盈利，这是另外一码事情。在当今，你们更多的价值是一项公益事业。如果你们能够把这个伞现在各个大学校园里边先推开，它的社会影响就已经会很大。所以我一定会把这一票投给你。谢谢校长，祝贺你们。是一个简单的发明，它是跟这个发明联系在一起的一整套的生态系统。我很欣赏这十几个孩子就能够把这个事儿做起来。作为母亲来说，我觉得非常的欣慰，看到了儿子成长为一个这个团队的队长，有担当。You for you， 我们不会忘记你们对互联网创业的勇敢探索。更赞叹你们不忘初心，坚持公益的分享精神，期待你们能够真的开发出滴滴打伞，为都市撑开一片新的晴空。